欢迎大家收看老秦看相，这盘棋是世锦雅趣131局入幕之宾。现在横方是如何巧妙入局的？首先进局一将，黑方直用将吃掉，这时候跳马一将，黑马当然不能吃掉，吃掉的话直接是马后炮，只有进将，当然将上不来，这边有个炮，进将的话这边马卧槽一将，黑方只有出将，这时候突然马三退五一将，这个马带将军，这时候黑方当然不能吃掉这个马。这边是进车一将的绝杀，这个士落不动，是为了别住马腿，这个将就上不来，就形成了这样的杀棋。所以说黑方这个时候只有进将，这时候突然跳马一将，黑方当然不能垫马，垫马的话是个卧槽马，就杀棋了，只有用将吃掉，将吃掉的话这边进车一将形成杀棋，比较精妙。